隋唐重现谢安贞泪层层演技。我们要不要让他肤色更浓一点？慢慢张开，慢慢张开。入围金钟影后隋唐又恢复名模本色。下雨吗？他力挺造型师郝有诚、孙华筹办的大人物摄影展，会找来走令、小猪、黄晓明等明星一起拍摄作品。12月17号起展出义卖，帮助青少年圆梦计划。隋唐几乎素颜上阵，只是穿的这一身很像。对，这个请给我两条可以吗？孙华老师出了一道难题，要隋唐展现哭功。有一句经典名言，就是回不去了啊。那我记得在那个全国大家守着电视看着你那个泪崩的那时候的状况，这个画面在我印象中很深，所以我想怎么样再让他在那一刻停留住。然后唯一的担心只有就是觉得怕自己会哭不出来而已，但是很少这么真实，然后这么有情绪以及张力。我觉得这次我们的合作的这张照片，我自己非常期待。即使扮得像嘉晴，也甘愿啦。就是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是让我非常安心。让他做在我身上做任何的造型、任何的想象，我都会觉得，除了安心，还会有一种期待跟兴奋。我觉得我可能以后都很难再有碰到这样子的机会，可以拍这样子的照片。果真是演技派会讲的话，掌声鼓励。听过了新闻，因为是准金钟影后嘛，报道。